这个也太小了，你给这比着去。这个瓜这么大，老了没有？这个瓜，这个南瓜好像老了呀。这个南瓜，这个南瓜老，再长长再把它摘了。嗯，到季节了，不是发芽就是裂。你看，这个拿走快，搬运。不是发芽就是裂，都行都不行，都要弄走。还有这个，我的个天哪！你看，真到季节了。你看，而且不但发芽，还长成奇形怪状的。你看，对呀、啊，不但发芽还长奇形，你要真的全部要摘了，真的全部都要摘，这个不摘真的没办法了。来，又一个这个，这个发芽了。哟，这个也发芽了，都发芽了。像这种小小的，这个要摘了。这个长得，哎，这个拿去，哎，这个快接，快越，快搬运。这个发芽了吗？这个没发芽。好，来，快点拿走。那个，它的娃娃，它的宝宝了，这是，是不是？哎，给你玩吧，哎，反正长不大了，我觉得。哎，我想摘那个。你看，这个已经发芽了。妈妈。这个已经发芽了，你看，已经发芽了，还没有切。这个给摘掉吧，都不行用了，都不行了。来，摘。哎呀，摘了一篮。又一篮，三篮是吗？再一篮又一篮。啊，这几个比较大。Oh my god， 这个好大，这个真大，这个也大，这个也大。换人了。好，好，现在开始保守花。这一批的保守花，发芽再发芽。发芽，保守花已经长多长了呢？这长了也没办法种啊，这种怎么办啊？像这种情况怎么办？这种也动不了，这么早就种就开始发芽了，我的个天啊！现在才几月份？才十月份，十月份就发芽了，这还有好几个月呢，都已经发芽了。摘了那么多，你看这里面，这里面，这里面，这也发芽了。保守瓜还是不漂亮。湖南熊的